就是他有时候一直吃面，他一直粘着牛肉，那种感觉就很爽。那尝尝的，加几点白酒。这啊，慢。微信头啊。加点花椒。慢。微信头啊。来嘛，来。你这个就用点瘦肉哈，看着品质要高得多。这是一定要把铲着，然后用一把火，搞的臊子才香。全靠这个刚开始这个热油淋下去，晓得不？不要烫伤。你这红油颜色好看，适合拌凉菜，但是不适合用来卖面。卖面的红油要稍微要老滴点儿，晓得不？安全。厨房最危险的事情就是炼油。比凉菜的颜色要深一些，要香的要一些。第三次用了。第三次用。这是不是比你？皮是胶的，番茄的酸，果酸就是。番茄好烫。这个骨头上始终吃了就是腥臭腥臭的，知道吗？而且你也不要加姜葱啊那些，这种骨头上是不能加姜葱的，加了葱就容易馊，特别下的家。要想拿，先给嘛，啊，花椒面多滴点儿，就是它的酸度是高点儿的，酸味才够，哈。卖面肯定要加滴点儿，哈。桌子。晓得吗？还是一样的，要把头散，晓得吗？头散了之后，然后把挑到这里头。挑进去之后，留几根在手，在筷子上，看到吧？留几根在筷子上。你看，有这筋就把它摆顺，懂没有？臊子加起，我觉得没得肉的面是没得灵魂的哈。这个也是绝对成都没得的哈，全国都没得梅子面，是不是？那就是你，这就是他。巴适的板，他饿了，饿了一下午了。啊，搞一下，来这个番茄一下。